记得啊、哦！哎，大家来登记，登记一下。最流行的音乐就在这里了。哟，来来来来，有请有请，来来来有请。来来姐，哎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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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来来来来来走给给阿姨，给阿姨互动去。大爷，初次见面送你巧克力口味的奥利奥，它可以扭一扭，舔一舔，泡一泡，好吃到跳起来。一扭小饼干，跳舞会更欢。哎，那位大姐，来来来。哎，还有那位大叔，还没来呢。嗯，好香啊！既然大家这么喜欢这首歌，我们俩就把这首《路灯下的小姑娘》唱给大家听。了不起，我会用我的爱温暖你的点点心里。哦，不要笑，悲伤。哦，不要不要哭泣。哦，在这夜里，我天挑了一个最不会跳的。哦，不要不要悲伤。哦，不要不要哭泣。哦，在这夜里，我会带着你回去。哦，对对对，换了，对，一把火了，阿姨，不是姐。对对对，你把我，你把。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，好惊讶，老师。照亮了我，谢谢。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，好像天上的星，那怎样的一个？别这么想到，一把火，熊熊火焰燃烧，就像那一把火，你就像。哪是火了？哪是火了？你们这几个年轻人腿脚还没我一个老头子麻溜，大火已经被我扑灭了以后你们才来。哎，对不起。真是奇怪了，5点钟大火就烧了起来。我赶紧过来灭火，大院门仓库门关着的，我把锁砸烂了以后才进得来，结果里面的人死了。有死人在哪里？死人了。仓库外墙是防火的，才没有让大火蔓延下来。等一下，李大爷，李大爷值班。李大爷呢？哎呦，累死了，我先去歇口气。你们这些老头老太太还在那里开什么热闹？赶紧回舞厅待着吧，不要出什么乱子了。好，我们先回舞厅，先回舞厅。不是说人死里面了吗？都得进去。对。哎呦，又死人。他们怎么是平躺着在这烧死的？要不这样吧，把尸体拉起来吧，三头搭。一走，哇，手，哎，你看这个手怎么没有中指？哦，看他的头被砸的。你看那个头被砸了吗？砸了，后脑袋勺子。他不是那有砖头吗？而且你看砖头在这儿，应该在这屋作案，就是在这屋被砸死的。然后你看这个上面写着推墙汽油，这是汽油。用汽油引起的火灾。他就是被砸的。汽油引起的火灾。
这是报纸上写的吗？是，因头部遭受重创后死亡，死亡被凶手焚尸。那为啥有个闹钟是吧？你拿手套看看，可能是死亡时间。5:10。哎，报纸上写几点啊？报纸就写的是傍晚。1988，朱阳上杀人焚尸案会再次发生，今天会有两人死亡。那他为什么那样有个闹钟呢？闹钟是个定时的，应该是，就这个红色的表盘嘛，那应该是3:30吧，我觉得。对。而且仓库种地严禁烟火。这是漆吗？咱看门口那个，那上面不是写着吗？这玩意儿刷墙。写的是刷墙的，翻新仓库嘛，对吧？墙上油漆风干需要48小时。但是他死的时候，他怎么会蹭到这个油漆，蹭到这个墙上的油漆呢？它方向是上面往上擦的。有可能是啥呢？有可能他俩是这样的，我上去啊，小心点啊，别踩那个网子，直接踩棱子。有可能他俩这样，要呼吸，你明白吗？啊，然后这个身子就贴在这上面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不是，他身上会有东西吗？搜索吧，转过来，那蓝的是啥吗？哭哭，哎哎，发一下那个。哦，他胸前，哎，他身上也有，都有。你看地上还有一片，这是干嘛的呢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一个，一块布、哦，这是一块画是吧？不是，这像是个什么？是塑料的，胶皮。它最关键是这上面有油漆，你看到了吗？转过来，那蓝的是啥？它就是压在身底下，所以没给它烧坏吗？哎，那是不是一开始铺在这个床上啊？哦，哎，有可能床单子，床单子塑料的吗？那这就是抗袭的，是不是？我记得对抗袭那感觉，抗什么？抗袭是啥？我们这东北有一种就是铺在那个火炕上的东西，抗袭的。是拿来干嘛？防水吗？我们推式是北方还是南方来着？推式是推方，推方。看看还有什么的，我们再搜一搜。这里有把钥匙，哎，钥匙是压在他身下的呀。这有两把钥匙。这把钥匙是这个门的钥匙，仓库门关着的，我把锁砸烂了以后才进得来。哎，因为钥匙在屋里，如果着火了，他就开门就好了呀。死了呀，因为里边人拍死了。对呀，所以就可能是先死了之后再引，那就是这么说的呀。啊，对，案件就这么说的呀。废话文学，咱们一直搁这儿。凶手锁定案发时间，唯一能够进入案发现场且与二人有冲突的李大爷。两扇门的钥匙各配有两片，一份由门卫李大爷保管，一份由仓大爷保管。相关人员需妥善保管钥匙，严禁交给他人。钥匙在李大爷和仓大爷那儿，他们俩有。就李大爷嫌疑为什么大吗？因为他有另外一把钥匙嘛，因为这门锁着呢嘛。哎，等会儿，你看那儿有俩窟窿眼儿。我怀疑是这样的，后面有种可能是从那个洞里往里敲呢。这怎么丢进来敲人？这不太好敲的，而且砸下也不一定能死。你知道这外面是什么吗？把这那谁那个库，不是，我去看库。哎，你把这个搁那儿比对比对，看能不能拿出去。能进去，能进来，可以进来的。但是这真的有一个梯子，哎，哎，哎，哦，他转过去了，那边有个梯子啊，那个杀手就在那边梯子那边，啊，对，可以，啊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哦，这是直接有个桌子是吧？对，这就有个桌子，这可以站在这儿。我觉得之所以给他垫高，一定是要利用那两个孔去做什么。